好，就差不多到这样子，差不多一分钟，那完全沉在一起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换成把 AO 的配件换成我们的压面机。OK， 压面机先把这个小小的零件一样装在这里面。好，然后再把我们压面机装上去。好，然后记得要到底哦，就是这个配件的这个头要贴着这个银色的转座这里 ，OK， 不能够这样子哦，一定要到底。好，然后呢，这里把它转紧，锁紧，让它卡住，然后把机器倒下来。好，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转动我们的机器。